欢迎大家收看《馋痢集》。今天我们吃鸡。我靠，这太凶了啊！这阔吧？阔。然后这个花椒面，这是辣椒，生辣子。嗯。我说这火了，这个胡辣子。胡辣子。这火了，这个这是细份的胡辣子，不是？这是那烧烤吧？没错，麻辣味的。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纯辣吗？哦，蒜香味儿的。我操，太凶了！今天辣椒一大堆啊！我们教一个这个超好吃的这个烤鸡，嗯，和烤土豆。烤土豆怎么烤呢？就你看啊，这难了，这个、选用这个土豆，嗯、这贵州土豆必须得对对对，叫毕节洋芋，嗯，然后把这搁在火上。这个动作太难了，你看一定要记住我这个手势啊。嗯，哎，走，特别容易烫手。就烤土豆嘛，就这么烤嘛，对吧？在烤土豆的时候啊，这是普通朋友们吃的菜。嗯，然后我们发现了在我们烤土豆的时候吧，有一堆有钱人。对，那堆有钱人吃这个剔骨鸡腿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来一个学有钱人，这个他没腌，我们腌一下啊。我们拿啤酒把这个腌一下，大鸡腿。这天儿也好，大家在这郊游的时候，其实完全可以去趟就是贵州。贵州。不是，那你这么多辣椒是往上啪啪啪？就一会儿我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专门吃这玩意儿的 sauce。然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混蛋厨房馋痢集啊，馋痢集已经定好了，10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加拿大拍摄。开着呢，然后你看这鸡腿浸一下这啤酒，直接放在上面开烤，然后这完事儿了。弄一下这辣椒吧。对，怎么做这汁儿，教教我们。首先我们先弄这个胡辣子，哇，这闻着就过瘾啊。这已经是烤熟了的啊，炒过的胡辣子，弄上点胡辣子，我把这口封好了啊，别浪费了。对，一定要注意手势。对，这辣椒来的不容易。嗯，是勋仔拿情感换来的，是拿感情换过来。然后再使上这麻辣味的这，哎，你是想吃蒜口的还是麻口的？都行，多好。那咱们吃这蒜口的，然后往里头搁点花椒粉，行，又蒜又麻。对对对，吃这蒜辣子。这是跟大蒜一块炒过的辣椒粉啊，拿那小凿子给凿了吧，这花生米。我来。辣椒配辣椒，嗯。然后还有这花椒，嗯，花喇叭。你说这要是赌一把，吃一手，熏仔啊。还有花椒末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嗯，腮帮子都酸了是吧？啊，然后往里头放一些毒鸡精。我们在贵州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种自制的这种调料，里边放的是方便面调料。对。来着啊，嗯，我们把这花生给煮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，他们比咱们这北方人啊会吃。就是吃的方法不一样吧，我不敢苟同。我觉得咱们也挺会吃的呀。咱没说往里头放点花生米吧，花生米都就酒了。我现在看着也挺棒的。把这花生米这碎折进来，然后让熏仔给全吃了，拿鼻子给吸了，火喝塔基拉。这得用加点啤酒啊！不，这是一干料。然后最后，然后撒点盐。许有盐吧，他那里头。他那个胡辣子里有点盐。嗯。就这种剔骨的鸡腿，你看烤完、啊、烤你没烤完啊？嗯。刚才有点火。啊，多帅这个！嗯。
然后就是你看这烤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把这鸡腿就扔在这土豆上，这样就有油沁着。对，这土豆上面带油，这真是一个劳动人民的智慧产生的一个非常棒的美食哈。这就相当于他们主食那土豆哈。嗯，那天晚上咱仨吃了得有七八个土豆吧。嗯，人谁来过来自己从兜里揣俩土豆往那炭火上一扔，哦，然后就挡着就喝酒了就。哦，那你看我们这烤法挺生猛的啊。你看我就一边烤这面的时候，那面让它就在那土豆上浸油了。嗯，你看你看这是不是那咱们吃那样黑不溜秋那个。对对对，这得拿钢丝球啊，一会儿拿钢丝球给刷就行了。就有我看那个咱们那第三集那弹幕上有人嫌这脏，哦，真空不脏，无菌不脏。嗯，对，无菌了都能还脏什么呀？嗯，那就离死不远了。都给你送到无菌的地儿了，你说你不是离死差不多了吗？这就对啊。就我跟你说，就这人都是不知道怎么想的。你看我们家姑娘，我还故意得让她去玩泥巴，玩泥巴。对，哟，你都有孩子了？哟。干闺女哦，我说呢，这么年轻怎么能都37了？哦，是吗？跟我一样大。玩你吧，跟他们我一样大。那你还行。哎，咱们拿点钢丝球上来吧，好不好？我刷呀。拿一钢丝球上来刷土豆。不止烤土豆，嘿，你的最爱来了。让你大哥，你上这烟那边去，你不熏啊？你跟他站那边，就站他那边。你上我这儿来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一会儿熏肉啊！我就真成名副其实的熏了。你这不能蹲这儿行吧？对，来特蹲这儿谁看你啊？农民工，你别老诋毁农民工。那都是劳动人民。火，这火蹲下来干活呗。看这就是贵的，白如贵。对，白如美，白如美的。那得找个黄的家。行了吗？这白白净净再烤会儿。嗯，月球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走吧。我又走了。来松松吃也松松。噔噔噔噔噔。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哎，你说这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，是不是姑娘们都不知道啊？你知道吗？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女士们都不知道这件事，就是所有的那个不告诉他呀。对，好吧。别说，别说我们，别说。那别笑了。我操，这太牛逼了！这个这么多年了，终于知道这么一事儿，姑娘们不知道这事儿。那我是不是得百度一下？你百度一下，向前。这出来都是文明标语啊，这个大哥的。对对，就是文明标语啊，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哎呀喂！怕有人的那个劲儿不够大。对对对，拉了外头，拉了外头。哇，这太神了，这个。呀，熏仔刚才怎么拿的呀？我都没法下手啊，都。熏仔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么猛，就那两天被你丫折磨的，有一股怨气在里头。熏仔都没折这么多折。对，太猛了他就一折就拿了。就我跟你说，就是被那天两天。我还戴手套呢，我都没拿。你丫戴那手套不防手指头。不是，我说要咔嚓咔嚓吗？再烤会儿吧。浸点这机油，人家说我们这摄像老师是一看体育出身的。来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我们这哨是干什么使的？
就是你看这个，我们是好几个机位一起拍，然后我们为了让这机翼同步，所以这一下就同步了。然后为什么我说不用弄了吗？咱们这跟人家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他那干烤，咱们这个加油了，他那皮儿就自己往下掉，好吗？你看这都下来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有一大哥拎着一麻袋。然后就坐我们旁边了，我就惊了，大哥是我们从棺材里掏出大土豆走。对，然后我们仨没敢说话，我们以为那大哥是怎么着就饿了自己来着啊。然后后来那大哥特好，说这仨土豆就给你们烤的，然后送我们的，那可能觉得咱仨远方客人就得有眼。对。不过说实话，我真挺喜欢那地方的。应该买一个。我觉得我要到古代去，应该挺牛逼的。为什么呀？给皇上做一这玩意儿。行了，切了吧，吃了吧，咱们尝尝吧。嚯，这米其林，你这个。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贵州 local 烧烤 ，BBQ。这个。没有贵州词会吐槽这个的吧？嗯，有什么不正宗？这太正宗了，尤其我们这辣椒，贵州的辣椒，贵州的土豆，贵州的方法，嗯，鸡是北京的，对，鸡是北京的，鸡蟹可能也不是北京，北京不养鸡，河北省的鸡都是。开吃，开吃。